欢迎收看娱乐百分百。你为小鬼失身到什么程度？我把第一次都给了他。我说你怎么流冷汗了？你早过来等我。虽然我不曾过问你的工作，但我默默地支持着你。我希望我能借由自己的一份心力帮你处理工作外的事。为什么我会想哭呢？